就是那么纯粹。台北会来的举手。好，目前大概七成应该卖得掉。刚刚去取货，元英兄弟的。现在是6:30，然后我要去新北的大圆柏，因为今天午间琴在那里有签唱会。好多人哦，天哪！好，那我们正式来欢迎午间琴。欢迎五间琴，欢迎刘俊秀，欢迎萧峰雄，然后欢迎小赖，还有陈云总。大家今天打招呼的方式非常特别，先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One Face 午间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海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楼俊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秋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赖。什么什么？这什么？没有在背面了、啊。哦，可以的，这也算舞曲哦。不能吧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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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、有卡拉吗？可以。有啊有 啊, 有 啊, 有啊，我们什么歌都有卡拉。板桥的朋友，恭喜板桥！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快乐
两位腰还好吗？俊硕还好吗？还行，还行。他真跳的人心机很重，后面他自己 Q 的，来了来了，我想说，你不是腰痛吗？超痛。来了来了，我想说大家会一起上。哦，我以为是好像来了，然后想抽哪里？今天刚好我们有第六亲，第六剑亲张伟宏，第二次。伟宏有练哦，伟宏有练，伦伦你的副歌准备给他一下。伟宏会跳副歌吗？我看伟宏有一次我们去录音的时候，他在家里这样，快速，目标是秒杀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吧？是吗？是秒杀吗？告诉他们。谁？告诉谁？要告诉谁？要老板吗？老板。Bring the hope and bring the fire。All day。All day。我是一个，我是一个。再靠近一点点。唐朝女花。好猛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台风有个。你们年纪也不小哎。最后一首你们想听什么？那就带来这首 Be a Liar。台北车站，后来直接留在车站吃饭。我吃盐葱烧肉冻，然后你吃贝利香。从市政府出来，然后现在要搭小巴七回宿舍。
那这支影片就到这里，大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开小铃铛，拜拜。